提醒您下期看点。下周六晚，李宇春。最闪亮的他们来了。你以为的春春是高冷酷炫的，然而在大本营的他却是如此呆萌。现场开唱，春春惨遭娜姐毒手。春春还挺厉害，特别飞机碰上。李宇春，你发生面死啊？很近的，跟娜娜，然后神情的对我。正眼看他，发现他是个笑话。你以为的 TFBOYS 萌到无极限，他们却已大显身手。我的天哪，太吓人了！究竟谁能称霸泳池？怎样的神秘任务让他们又紧张？给粉丝一个特别的惊喜。好紧张，还没打完。又纠结。太辣了，我给他不吃辣的。可是现在都凉了，怎么办？以我们的温抱、拥抱来加热吧，来吧。TFBOYS 李宇春大本营现场大秀球技，如果没有进岂不是很尴尬？春春加油！挑战的分值两分，什么？这可有点压力。加油加油！这我还能说什么？爬坡版木头人，他们奇招百出，有人靠手。导演，你姿势真的太丑了。有人靠扯，千玺就是拖垮维嘉。海涛左手就小凯右手一个王源。有人靠撑，不住。现在没人拽你们，你俩至少上来一个好吗？究竟谁能成功？下周六晚，李宇春 TFBOYS 在快乐大本营等你。